嗨，大家好，跟着蘑菇来逛一下加拿大的本地超市。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 superstore。进来是先是卖菜、蔬菜、水果的地方，然后进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价格，一般都是几块钱。这是西兰花，然后水果是在这边，这是蔓越莓，是2块钱一盒。然后这些是蓝莓、草莓之类的，这些都是卖生鲜类的，蔬菜呀、水果、葡萄，然后还有超大包的这种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分类，上面都会有牌子显示。然后最经典的是牛肉，然后这里的牛肉真的很便宜，然后有分牛不同的地方，都是几块钱。这是牛眼类的。然后还有牛里脊，这个是牛剁心，这个是牛里脊。然后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肠，这个是鸡肉，是7块钱。然后这个是牛奶，一大桶的是4块钱。还有鸡蛋，鸡蛋是3块。还有果汁，纯果汁是这种2块。然后再看一下酸奶，这个是法棍，9毛钱。这个是冰淇淋，哇，超大桶4块钱。然后是哈根达斯，5块钱。这个是超大罐的，是6块9毛9。这个是披萨，2块。